宝宝们好，我是周乙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全程都是趴在地上的，没有跳动，对膝盖非常友好的瘦腿提臀运动。这个运动非常的短，非常简单，只有五分钟，每个动作30秒，中间不停下来，所以你很快就会觉得我们大腿还有臀部有燃烧的感觉。好吧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起始动作就是趴着的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我们双手直着撑在地上，先做左腿，腿往后直着伸出去，不要抬高，感觉和身体差不多高就 OK 了。下来时膝盖不要碰到瑜伽垫，重复做30秒。好，现在换右腿，腿伸出去时感觉背部、臀部还有腿在水平面上有拉长的感觉。好，现在把手放低，用小手臂撑着身体，做左边的驴踢，左腿顺着背的方向向斜上方踢出去，腿注意要伸直，回来后膝盖也是不要碰到垫子。现在应该感觉到臀腿有被激活的感觉了吧？OK， 换右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肉粉色的瑜伽垫，这是我这半年来创立的 Wild Saturday 生活概念品牌的第一个产品。我太完美主义了，所以选材还有测试产品就花了大半年，最近终于拿到我的第一个样品，所以迫不及待地用起来了，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。喜欢可以关注下面的信息栏，或者关注我的微博，得到第一手消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转过来躺在地上，做剪刀腿，休息一下我们的手臂。双腿在半空中要伸直，上下交错30秒。这个动作需要臀腿和腹部的力量，所以你会感觉到腹部也需要收紧。OK， 放下腿来到臀桥的动作，双腿张开和胯差不多宽，脚放在膝盖前面，当胯到达最顶端时，臀部收紧1秒，再慢慢的下来。下来时你可以尝试臀部不着地。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，强度非常的低，所以大家一定也觉得很轻松吧。倒数第二个动作，狗尿尿，回到双手撑地的起始动作。我先做右边，像小狗尿尿一样向右边抬起腿，尽量抬高，反复抬30秒。现在换左边，要是有人笑你像小狗狗，别理他，我们可爱着呢。OK， 最后一个动作了，
回到平躺的姿势，左脚着地，右腿伸直，用左腿的力量做臀桥，起来时右腿也直着离开地面抬起来，在最顶端可以停一秒，收紧臀部，下来时右腿可以不着地。好，现在换另一边的腿，最后30秒了，应该没有觉得很累吧？大家真的很棒。平时呢，早上时间不多或者很忙的时候，完全可以抽出这样5分钟来活动下臀腿，非常好的。OK， 完成，是不是觉得很简单，一点汗都没有流？所以大家现在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重复2到3遍或者4遍都 OK 的，好吧？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分享。如果你想要看更多这样的视频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然后我们下期见吧，爱你们。